好久没有度假了。对啊，我想去日本哦。好，不过最近我找到了一家可以让我们有重回日本感觉的餐厅，蓝山的炸牛排，有没有？是那个对，放在上面那个扑哧作响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最近他又出了那个战斧猪排，赶快来去吃看看好了。走啦，出发。上次我们有吃过那个鱼虾肉跟那个 SPF 的那个和牛，对。对，然后今天我们来吃另外一个部位，炸牛排呢，它口感是比较稍微扎实一点点，但是呢，它还是有它的那个油香，加上它外层有先炸，炸干大概到两三分熟左右。那你上桌之后呢，再依自己个人的喜好呢来塑造它的熟度，然后它旁边这个像什么呢？汤啊，跟这个菜啊，都可以无限续加，对，饱足感非常的够哦。你可以沾那个瓦萨比吃，然后或者是沾海盐，桌上的那个海盐可以撒一点回去吃。那或者是你也可以沾那个桌上有一个小碟子，上面会有苹果咖喱、胡麻酱跟薄盐酱油这三种，就是一个更邪恶的吃法。什么？温泉蛋。哦，把它煮进去之后呢，拉拉就可以起。这个吃法呢，超级邪恶！哇塞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，超级邪恶哦！好，你到那边吗？啊，是啊。哦，是不是都吃完了？超级好吃，超级好吃。它那个温泉蛋里面有稍微一点调味，然后已经有味道了。加上那个蛋黄，那个软嫩的那个蛋液都包裹在刚刚被炸好的那个牛排里面，哇，超级好吃。我想要吃那个汉堡排。是汉堡排。这碗饭多的诱人，超级邪恶的一个。对啊，很像可以马上把它爬完。这个据说是家庭客的最爱，因为他爸妈都会点这个，对，点这个给小朋友吃。和牛超好吃哎。它的油香很丰富哦，很扎实，很扎实，而且还给两片哦，很厚。味道很有层次，很咸香啊，和牛油脂的香味。刚刚一闻就觉得哇，这就是和牛。而且它不是糯糯的口感。哦。对对对，它就是扎实，很有弹性的。而且洋葱的脆脆的丁这样子。再加一颗这个邪恶的温泉蛋。温泉蛋。哦。拌饭最好了。刚刚那个蛋黄怎么那个跑出来了？哇，看起来超好。冰表来了。我们这次呢，其实有个很大的目的，就是要来吃它的这个最新出的这个招牌菜，叫做战斧猪排。战斧猪排，对，超级大根，是萤火吗？萤火晚会，有一点那种像那个篝火的感觉。而且这样直接拿起来啃就好了。对啊，带骨的带骨，油香这样子，吃看看。酱汁好，不会太甜，不会太甜。嗯，好 barbecue 的酱汁。所以我们刚刚进去看一下它的那个烤炉啊，哇，那个火焰很大，然后一直把那个香气都从里烤出来，这样看起来就非常好吃。骨头旁边的肉烤得很焦香焦香的。好了，你担心它啃骨头啊？它其实下面也有那种，就是已经帮你有肉片，是不是？切下来的部分，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啊都是骨头不好。它有带一点点肥肉，但是你不要担心，它不是咬不烂或是很油腻的那种。哇塞，这什么啊？怎么是一座山呢？蓝山烧肉圣品，里面有两种不同的肉哦，上面的是肉片，下面的是这种比较切块的这种肉。牛排。对对对，牛排肉。上面这种肉是比较有吃不住的口感。嗯，还蛮香的，越咬越香，酱汁一直冲出来。冲出来。底下那个是像牛排一样切成薄片，五分熟左右，中间还是很粉嫩的那个粉红色，然后吃起来这个肉汁更多，更加油香。
它、啊、这个分量我们点的应该是那个男子，点一次就可以享受两种不同的两种满足口感啦。甜点时间耶， yeah, 太棒了！千层蛋糕，千层蛋糕。看起来真的很多层呢、欸。对啊，超级密的。它饼皮很细致，然后很松软。这看起来应该、啊……因为它超级多层的，每一层的那个卡士达酱，就是让它很滑这样子。看起来又漂亮，然后又好吃，而且一天限定只有12块而已。块而已。哦，那个满满的咖啡的香气，下面其实有点像冰淇淋的口感。最后呢，假如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欢迎订阅、分享及点赞哦。下集见，拜拜。